主人不在家，狗狗会做什么？偷好吃的。我得快点吃，巴巴要回来了，快撤。回来了。哎，是谁把饼干给偷吃了？包顿是你吗，小江？你俩？还有黑明和海蒂？嗯。谁偷吃饼干了？好，不承认啊！我有办法整你们。嗯。好吃了。好啊，这回让我抓住了吧。好，小江，我看你往哪跑。原来是你小子呀。啊。